大哥，李群众会打到你，你侮辱我。你看啊，这是用手，对吧？就是你们松散的感觉，用手发力，对吧？那什么是用身体的？看镜子，还是这句话，对吧？看球，是不是也要用身体？那如果你们在场上的时候打完球，你不准备的话，我就前面手了。球为什么会超飞？过来过去，你球为什么一超过他妈飞了？因为你是 MB 啊，你想用力啊，对吧？这当然飞了。大哥，你觉得会打到你？你侮辱我！我他妈专业运动员，你在边上我把你打到了，不能侮辱我啊！你看对吧？因为我想发力啊，那我怎么样能让他超平呢？还是前面那句话，别扎你，别动，对吧？来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你看见没有？他是不会高，你们的 MB 就会高，给我。这是调整，意思不？这先先练脑，练球先练脑，懂吧？先不要当 MVP， 克服自己当猛男的梦想，先把自己想成一个服务者。我打球我先不输，然后再来谈后面的。现在连服务没做好，也上去要杀别人，你做不到的。